曲子叫《古威》，是大鼓独奏曲，现在可以把它改编成了一个合奏的曲子也可以。它是我的大学时代的专业老师作曲的，这首曲子有缓有急，然后在大型的曲目比如《夜深沉》这首曲子里面用的大鼓梭罗段就会有其中的一部分在里面参与演奏。我觉得学习敲击乐器，它的节奏感还有那个动感很强烈，然后很热情，这样比较符合我的性格，可能会比较喜欢这样的一种方式。当时是跟我表姐一起去我们当地的少年宫、青少年宫，然后我表姐是唱歌，然后当时教唱歌的老师，他同时也要教那个爵士鼓的演奏，然后表姐跟我就特别感兴趣，就问我愿不愿意去学，因为那时候只是刚刚开始学，就没有去买真正的乐器，就用一些替代品，枕头啊、书柜啊、椅子都是比较常用的练习工具，就是老是把碗打破呀，或者说是打烂一些桌子椅子会打烂一些，但是我爸妈都没有说过我什么。